第一個就是宇宙大王問的，他說 Hello Andy， 他想問一下你Microsoft， 他說你怎麼看，還有如果想買入，買入價又應該是多少呢？其實其實 Microsoft 就 最近出的份業績其實不錯啦，但是最重要就是大家都會曾經就捉住了他那個叫做他的 Cloud， 即是雲業務上面的增長不夠市場預期快啦，但是其實是我覺得是再早一份業績太過完美啦，所以變成其實那個預期就突然很高，但其實你想回去已經去到市佔第二大的 雲端上面有40%的增長，其實我覺得絕對合格的了，即如果即用一個企業的個角度去看，不是說純粹炒業績的話，再加上現在但有少少大家要留意住的就是它可能因為之前都叫做等很多不同的收購機會啦，除了之前就說收購了一間遊戲公司啦，即想收購一間遊戲公司 ATVI 啦，咁而家咧咁其實最新嘅消息又話想收購一個 security firm 啦，咁變咗其實睇嚟呢段時間咧，大家會比較留意緊佢嘅 M&A 嘅動作啦，咁睇下究竟佢成個個佈局係點啦，咁但係整體嚟講，你話如果用一個長線啲嘅角度去睇咧，其實 Microsoft 應該都係其中一隻將會被視為大家已經開始覺得唔應該冇嘅股份咯，係啦，咁但係呢個就比較長遠啲嘅睇法啦，咁但係你短線裡面你要留意住就係、始終嗰個技術走勢咧係有少少轉差咗嘅，咁因為其實佢喺一月初就跌穿咗條上升軌啦，咁我覺得你短線上面咧，起碼要上得翻去大概企得穩320蚊啦，咁其實可能先至叫做解除咗一個短期嘅壓力危機嘅，否則咧可能我當佢跟住好似 S&P 咁樣，都係喺啲黃金比率喺度徘徊緊嘅啫，咁所以可能低少少嘅話咧，我可能等究竟會唔會見翻290蚊啊？嗰啲先至再睇會唔會做翻啲吸納咯。